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20页第四行看起啊，课题：元朝二臣，请看经文啊，经文只有一句。元朝声闻辟支佛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元朝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这一段经文是唐译的啊，说明经文的出处。念老的注解是：此二句重叹慧中大师之实德，所觉殊胜，远远的超过声闻是阿罗汉啊，辟支佛是圆觉啊，超过他们。声闻辟支佛通常合起来称为小乘啊，声闻是阿罗汉，有佛说法音声而开悟的，成为声闻。辟支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圆觉啊，圆或者是独觉啊，佛就是觉的意思。称圆觉、辟支佛都是一个意思，它不一定闻佛法。这些人在小乘非常聪明，善根深厚啊，往往不需要闻法，看到大自然的现象有所领悟，要豁然开悟啊，能将见思烦恼的习气都断干净，所以他们的修学功夫超过阿罗汉。阿罗汉
只断见思，没有断习气。他们能断见思烦恼习气，在四生法界从上面算，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它是第三个等级。从下往上呢，它是第二个等级。在这个级别里头，他们将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地位提升了，身为十法界里面的菩萨法界。那么由此可知，大经上常讲三乘菩萨，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是在这个阶层。见思烦恼、见思习气断干净了，在这个阶层里面，他们要断的是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尘沙是分别，见思是执着。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得清净心。我们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也就是小乘正得的清净心。大乘修学，无论用什么法门，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修行正果，都能帮助你断烦恼正菩提。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无量法门里面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事出世间是佛教化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不能执着。为什么？法是平等的，有高下就不平等。你永远不能入门，所以没有高下。那我们要问，学基督教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学伊斯兰教能不能成佛？难。那都是一个法门，无论是什么法门，只要转，这个转就是，只要你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只要你这一部经一直念下去，念到一心不乱，念到大彻大悟，都能明心见性。坚信成佛，这是真正的佛法。如果我们有成见，这个法门殊胜，那个法门有差别，门门都堵死了，你不能成功。为什么？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甚至是你还有起心动念，
什么是佛？佛是自然，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生根的接触，一根的念头，第六意识分别的念头，第七莫那执着的念头，跟阿赖耶落谢种子的念头，这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你就圆满真的佛果了。佛心平等的，佛心没有起心动念，所以真正用功在哪用？在日常生活，从早到晚，你眼见耳闻，眼在色尘上用功，耳在声尘上用功，要是一下就学，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为什么？起心动念自己不晓得，你怎么能掌握？我们能掌握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它。分别执着知道，起心动念不知道。起心动念这桩事情就在眼前，因为它频率太高，速度太快，我们眼睛来不及看，耳朵来不及听，就在眼前没看见，就在眼前没听见，这是事实真相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真相，所有现象都是虚妄的。真的，真的永远不动，真如。在什么地方看到？一切诸佛如来实报庄严土，叫一真法界，它跟十法界不一样，它只有唯心所现，所以法性变现的，自然的，它没有生命。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唯心所现，加一个唯识所变。十法界六道轮回，心现识变。一真法界只有心现，没有识别。为什么？他们已经转八识成四智。它是纯真，没有虚妄。我们今天真，但是带了这个虚妄，带着八识五十一心所，这就变成六道凡夫。六道凡夫看一切现象有生有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没有看到，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合在一起。我举个比喻，这个很难懂。我们面对电视的画面，电视的屏幕，电视打开了，屏幕是一片白的，什么也没有，那就是真的，那就是
心性啊，按照频道化念起来了，这就是设法界啊。设法界有生有灭，你看波动现象啊，现在的数码电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啊，也就是说我们电视屏幕这个色相啊，波动的频率是1/1秒，我们看到好像很逼真，看不到丝毫瑕疵啊。我们看过去老式的电影，电影是用动画组成的啊，这是电影的底片，动画组成的啊，一张一张的啊，一秒钟多少张呢？那个放映机镜头开关多少次？开一次一张打上一幕，再关起来再打开第二张啊，它的速度一秒钟24张啊！你看我们在电视上看得清楚了，要24分之1秒啊！啊，那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了。我们把这个底片啊，这个底片就是幻灯片的，24张把它抹黑，留一张，只留一张。啊，在放映机里面放出来，我们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什么？光闪了一下，光里面有东西没有？没看清楚，只看到光闪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眼睛反应的速度啊，赶不上光的速度，它太快了，我们没有看见。要怎样才能看见？1/2秒，那就是12张，半秒钟12张，啊，半秒钟一下就过去了。看到没有？看到，有模糊印象，好像有人，好像有房屋，好像有树木，啊，这一很模糊的概念，一秒钟。看得清楚，半秒钟模糊，24分之1秒钟只看到光一闪，但是要晓得那光一闪有整个画面在里头，没看见呢。啊，那现在我们坐这个高速的火车，啊，像台湾这个。快铁啊，1小时300公里，这样的速度，1小时300公里。我们从窗外看外面月台上的人，啊，车启动了300公里，啊，他通过了，只看到外面的时候一个画面移动，啊，概念上好像是有一个人。人什么样子完全不是没感觉啊，这个我们坐在车上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啊，晓得这什么生灭法了啊。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有多少次的生命？32亿8000年，这年头啊，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这频率多快啊，乘出来的数字320兆，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身体健康强壮年轻，弹的速度快，
可以谈七次，320招成七，三七2100招，一秒钟就在眼前，这眼前所有现象都是从这里发生的。哪一个现象是自己？没有啊，我不存在啊！啊，明心见性了，才把我找到了。为什么？他没有生灭现象啊，所以真心就是自性所现，是真的。通过阿赖耶。变了啊，阿赖耶会变的，阿赖耶就是生命。那在照弥勒菩萨这个说法的时候，一秒钟2100多招，啊，这个事情就在眼前，从早到晚从来没有涉及过，我们迷在里头一无所知啊，把这个当作真的啊。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知道全是假的，哪来真的啊。《金刚经》上这句话还包括了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啊，十报图没有生灭的现象，但是它有隐现的现象，有缘它就起生起，没有缘，缘失了它就不见了啊，它是缘起啊。诸佛如来的十报图怎么兴起的？菩萨修行，修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有感啊，对常寂光里面化身如来就有感啊，这个感呢佛就有印啊，这个印就是现十宝图啊，跟这些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同样一个境界，现这个境界来帮助他断无时无明的习气，习气断干净了就不见了，十宝图就不见了啊。见到什么呢？常寂光，常寂光是大光明藏啊，一片光明，光明里头什么也没有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不能说他无。为什么？他遇到缘能现，那没有缘他不现，遇到缘能现。那哪一位菩萨修到明心见性他就现，那没有到明心见性他不现。所以大乘叫这个境界叫真空啊，这个地方如空无相无缘三昧啊，什么人能入？明心见性啊。像慧能大师他见性的时候说过五句话，这五句就是描绘自性的样子。
那五祖听到了，给他印证，没错，衣钵就传给他了。他如空无相无缘三昧，无缘。无相是一切不执着，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入空，空是理，是立体。无相无愿，是自受用也是他受用。如果要强分，无相是自受用，无愿是他受用。无相就是金刚经上的无住，无愿就是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为什么叫无愿？不执着。所以无空无相无愿是一二三三而已。分开了三章，合起来是一章四句。空里头有无相无缘，无相里头有空无缘，无缘里头有空无相，真真如了啊！如果入空没有无相无缘，是外道，无取空。是四禅里的就无想天，没出六道轮回。大乘菩萨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心里面心真的是清净平等觉，心里的有丝毫的执着，有丝毫的分别，清净平等觉就没有了。你是六道凡夫，你用的是生灭心，你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八十五十一心所用的正是四圣法界，用偏了，用邪了，是六道轮回。现在能用正，不偏不邪，很少啊！那就是什么？那真的是行在戒定慧的成佛之道。我是用妄心，我完全依教奉行，持戒修定开慧，这是用妄心修真心。是每一个修行人必经的途径，你必须经历。但是多少人走不出去，那就是偏邪，他走不到中正，走到中正，走到头，是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判教叫相似即佛，为什么不承认他是真的，是相似的？因为他用的是阿赖耶，他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没有执着是清净心，没有分别是平等心。这两个心都不执着，清净平等心起作用就是智慧。智慧是自性也本有的，不是外来的。
啊，学佛同学一定要记住，外面没有智慧，向外面求知识，啊，知识跟智慧不一样，智慧是自信本来就有的，知识不是的，不相同。知识妄想可以求得，啊，今天科学家用知识，啊，也能发现宇宙的奥秘，但是他讲不清楚，他得不到受用，知道得不到受用，啊，阿赖耶的三细想，科学家把其中的物质现象解开了，啊，物质到底是什么？科学家知道，说的那个现象呢，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这些科学家佩服，他们费了400年的时间，一代接着搞，到现在才搞明白。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已经讲清楚、讲明白。啊，所以方东美先生说，大乘佛法是高等哲学，现在我们知道不但是高等哲学，是高等科学，啊，科学哲学登峰造极，在大乘经教里头，啊，但是菩萨证得有受用，啊，六种神通出现，科学家证的六种神通不能出现，这就是他得不到受用。所以学佛要用学佛的老方法，不能用现在科学方法，啊，用科学方法只能得到佛经里面的知识，智慧变成知识，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啊，解决一切问题一定要智慧。啊，华严经上佛说得很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平等的。所以再好不值得骄傲。佛没有傲慢心，为什么？知道他的神通智慧道理，一切众生自心里头通通去做，只是他的自心迷不起作用，啊，佛的自心觉起作用，啊，觉的人能消化迷的人吗？有这个念头升起，他就迷了。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很谨慎小心，一个错误念头自己迷了不知道啊，然后越迷越深，啊，造作的恶业不知道，以为自己在行善，最后堕阿鼻地狱，后悔莫及，来不及了。啊，学佛必须把这些重要的理念在我们心里头扎根了，深信不疑啊，然后秘诀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我这一生感谢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头一天见面向他人家请教，他就把这个传给我，看得破放得下，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啊。譬如今天佛经上跟我们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对这肯定没有怀疑。啊，古人是正的，其如境界才不怀疑。啊，我们现在不是。我们实际上是对佛的尊重，对佛的敬仰，知道佛绝对没有妄语。佛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啊，怀疑那是我们自己劣根性，那不是善根。那有这个劣根性是非常大的障碍。啊，障碍我们明心见性，障碍我们功夫向上提升。啊，佛跟我们丝毫差别都没有，只是我们迷，他在求。除这个之外，没有丝毫差别。啊，他所有的，我们统统具足。啊，他所没有的，是一些邪物。啊，那是我们迷惑，将自信的智慧德相扭曲了，啊，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生灭法。真正明白之后才晓得，一个人一生生生世世自己要负100%的责任，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呐。啊，佛有没有度我们？佛没有度众生的，佛度不了众生，要能度我们个个都成佛了。决定要靠自度啊！啊，佛对我们的恩德就是教我们自度。那为什么业因果报是你自己造的？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靠别人不可能的。别人只能够帮你做增上缘，啊，帮你一把。自己不肯起来就没办法，拉不动啊！啊，自己肯起来，别人拉一把，感到很轻松。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帮我们拉一把，啊，拉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就成佛。啊，你不肯到极乐世界。他对你无可奈何，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念佛是跟他结法缘，这一生不得受用。啊，如果真正想到极乐世界，自己肯放下，放下什么？首先放下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啊，放下贪贪欲，放下嗔恚，放下愚痴，放下傲慢，放下怀疑。啊，特别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现在用的下联句的汇解本，海鲜老和尚给我们作证。证明这部经是真经，这部经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啊，有人说经不能回籍，弘林法师查出，在大藏经上查出，从佛经传到中国，中国开始翻译的时候就有回籍，就用这方法，那个时候不叫回籍，叫合经，啊，合起来的，叫合经，合经就是回籍，啊，像四十二章经。是很多经里面揭露下来或者一起的。啊，汇集的意思太多了，不胜枚举。怎么说不能汇集？啊，汇集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改变经的文字。啊，这很大的机会。但是许许多多汇集文里都有汇集的人把字改了。啊，改的是可以连人讲得通，但是它不是释迦牟尼佛原文。所以汇集最重要的是不能更改一个字。啊，取舍是大学问。啊，五种原译本取的都是精华。啊，没有重复的，重复的都是删掉了。啊，在这个条件精华了。王龙说的汇集本有不少人挑出毛病，那就不算善本了。魏墨生的本子也被人挑出毛病。啊，印光大师批评就很多。啊，夏老明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本子，他用3年的时间，闭关3年，完成汇集。啊，我这里有一本，这就是夏灵公3年汇集的原本。啊，那么从这个本子说，遍遍再去校对，用了7年的时间，大概做了10次的校对，一个毛病找不到，真的是字字句句都是原文。啊，这是善本里面的善本。啊，汇集里面真正是最精彩的《无量寿经》的精华篇。啊，五种会这个原译本的精华篇，一点毛病都找不到。这花10年时间呢。啊，黄念祖老居士的出家汇集的。啊，他汇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汇集成的，好啊，以经解经，以祖师大德的证悟来解经，大家能升起信心，不是凡人，菩萨才来的。我们对这个经要产生欢喜，那就没有福报了。啊，放弃这个本子，采取别的本子，错了。啊，一门深入，决定没有怀疑。啊，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这个名号就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统统念到了，这很得了啊！啊，念这句佛号，不但是念这部经，就念这句佛号，海贤老和尚把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典，
通通念到了。这就是《华严经》上说的“一解释多，多解释一，一多不二”啊。一切经合起来就是一句名号，一切佛号合起来也是这句名号，不得了啊！啊，你要不相信，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他20岁出家，师父开悟的人，为什么？他能认识这个人，看出这个年轻人的根性啊，善根福德深厚啊，啊，也就是说，他老实，他听话，他正干。啊，这种人难找，这种人如果找到了，教他这个方法，他就死守着一辈子，决定大彻大悟，决定明心见性。啊，一个真正老实听话真干，啊，没有自己的歪主意在里头，完全接受经教的教诲，接受老和尚的教诲。那我们估计他3年，也就是20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心专念。23、24岁，他就能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你就会见佛啊，佛知道这是有感，你到达这个境界，阿弥陀佛就来找你，视线来看你，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啊，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我来接一念往生，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注册了。你很开心啊，我决定往生啊。啊，佛的通知我了。凡是往生的人，一生现前见佛至少3次。啊，第一次是你达到这个境界，感佛来了。啊，有感佛就有缘。第二次是寿命差不多快到了，应该在3个月或者1个月之前。佛来告诉你，给你有点时间，哪一天走？啊，所以你预知时知。啊，我们过去在新加坡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他是3个月。啊，佛来通知他往生的日期，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只是在一张纸上写这个写日期，写了10几个，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就那一天走。啊，3个月之前，那是第二次，第三次是佛来接引，啊，带你走。佛不来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至少3次见到阿弥陀佛。啊，那么像海贤就不止了。啊，海贤是释迦牟尼佛有使命交给他。啊，他这个光碟里头有一段，我听到了。有人问他：“你见到？”老佛爷，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老佛爷跟你说什么？有人问他这句话，他说：“我好多次啊，要求老佛爷带我走啊。”他说：“我修得很好，叫我再住两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见过好多次，这一句话重要啊，他不知。2次，不止，
啊，我们慧远大师，我们在他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四次，啊，前面三次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第四次佛来接引他往生，他就告诉大家，啊，这极乐世界心界现前，这是第四次，这我要走了，看到莲师。往生的同修站在阿弥陀佛的两边，一起来欢迎他。啊，这四次见佛啊，所以我估计海贤跟阿弥陀佛，那就是日现，随时可以见面的，至少十次以上。啊，所以他一天到晚欢喜啊，这长生欢喜心啊，啊，对人对事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样样都高兴。啊，实际上他在我们这儿表法，他自己的享受是极乐世界的享受，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啊，他已经证得圆满究竟了。啊，所以像这种人，你地仙老和尚的锅炉匠的这个徒弟，三年站着往生，往生还站了三天，老和尚给他办后事，老和尚这次赞叹了，真没有不要出家了。真成就了啊，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不如你，红宗言教的这大大德也不如你，对他这么赞叹，那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他什么长处呢？就是老实听话正干，没有别的长处，这三样就是善根啊。往生极乐世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自己具备的这个善根就是这三六个字啊，老实听话正干，这大善根，了不起的善根啊。这种人他决定成佛啊，你传授他一个法门他就到底啊，92年不拐弯，一直念下去。那么他，我们估计他23、24岁，他达到这个境界，他就见佛了。啊，佛就会告诉他信息。啊，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个3、5年，他能达到四义行不乱。证得四义行不乱之后，再有3、5年，他就能证得离义行不乱。离义行就是明心见性，所以海贤老和尚。正得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我估计在40前后他就认得了啊。他真听话，师父告诉他了，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他我一生受住，他不说，不跟任何人说。啊，他表演的，他说的话我听得懂啊，我了解。那么40以后，纵然他有寿命，我估计他的寿命也只是70、80岁。啊，海清82岁走。他母亲86岁左右，都自在啊。我们要求这个，啊，走的时候不需要人做助念，时间到了，告诉他我走了，真走了，啊，没有生病啊。你看他走的那一天，从早到晚干一天活，在自己的菜园里头，啊，浇水、
拔草整地干粮，干到黄昏。啊，有人看他做了一天了，贾老汉可以收工了。啊，他说好了，我快做完了，我做完了以后就不要做了。那一天晚上他就走了。啊，大家听这个话没在意啊，他话双关的，我这做完了就不要做了。这是事先榜样，不是晚上要走，白天好以后干一天。啊，这一天没空过，他不是在那念一天佛，他不是的。啊，这是什么功夫成熟了，真叫说走就走。阿弥陀佛约定，几点几分几秒，一天不走。啊，那么那天晚上念佛跟平常不一样。啊，平常老和尚念佛大声念佛，念个七分八分钟，再小声念佛，念个几分钟以后就默念。啊，不出声音，心里念佛。这一天晚上走的时候他大声念佛，念了很久，还敲引磬，从来不敲引磬。啊，敲引磬念了很久，大家都睡觉了，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没人晓得。到第二天早晨，大家起来做早课，早课做完之后，看到老和尚窗户，看到里面灯是亮的，这从来没有过。老和尚非常节省，啊，睡觉一定关灯，啊，怎么灯是亮的？进去看了看，走了，一直走了。啊，这才想起老和尚几天举动都是偷消息，我们太笨了，没有想到，只看到他身体太好了，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没有想到说走就走。啊，要联想到前面两个海清，他妈妈走的那么，他妈妈也是走之前自己包饺子。啊，大家一起吃完之后告诉大家，啊，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啊，这叫我们向他学习，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当中，这一种修行最安全，没有人嫉妒，没有人障碍，没人找麻烦，啊，自己欢天喜地。啊，112岁，体力、精神跟年轻人一样。你看，临走的这一天，从早到晚在笼地里坐一天。这一般人做不到。啊，临走最后一天还不休息啊。啊，还不好好的拜一天佛，念一天佛，不是，这是菜园干活。那晚上说走就走了。啊，所以这个碟片越看越有味。啊，刘素云就是给我一个信息，大概他已经看了，我估计有300多遍，300-400遍应该有。他告诉我的时候，已经看了270多遍。那告诉我，越看越有味，越看越欢喜，欲罢不能了。啊，你每一遍你都能看到东西。啊，我们想象不到。确实是最好的朋友。啊，身体还在这个世界，没有云不要攀云。啊，有云也尽量减少，可以省的事情省掉。啊，真正不能省的事情，省的事情是为国家、为民族。
啊，为这个世界安全，为众生幸福，这是大事情，有这个缘应该要做，没这个缘别去找。啊，像海鲜老黄这个方法好。啊，他这个农耕是非常有经验，从小因为父母是农民，都种田，那从小在田里面长大的，所以对于耕种的这种知识经验非常丰富。啊，他有那么好的体力，人又勤快。啊，寺院里面只有几亩地，啊，那个种植可以供给自己小庙用，没问题。他还有精神，要去开荒山，那山没主的，他开了14片荒山，总面积100多亩，那么他的收获就非常丰富。啊，尤其他那样的人，他那种的心境，种植出来的东西最上乘、最好的。那佛菩萨亲手种的，啊，他不卖钱，啊，他去救济贫苦，附近几个县里面的穷人，他都照顾到，啊，得到他帮助救护的成千上万的人。这个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布施具足啊，没有一天他休息的，他欢喜做，做工作不妨碍念佛啊，生活穿衣吃饭不妨碍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在他心中当中从来没有丢失过，没有间断过。啊，没有听过经，没有读过经，什么经都知道，一念的经他都知道，他没有不知道，事出之间一切事统统知道。有神通不现神通，啊，不得已的时候有漏掉一点，啊，但是人要细心去观察，你才会知道。啊，110岁还上树，啊，112岁参加法会，徒弟送他一个，供养他一个袍。冬天袍，棉袍，啊，他试穿一下，长了一点，马上自己身上带了一个针线，啊，穿针引线，就把那个边缝起来，缝得非常好，啊，看不出痕迹，啊，这个是常常做活，熟手啊，不是生手。在在处处都是我们学习年轻初在寺庙里头照顾师兄弟们所有工作苦工他一个人做希望师兄弟们好用功啊！好去学经教，好好去念佛啊！是工作，琐碎工作，甚至于师兄弟的衣服，他都帮他们洗。人缘好啊，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批评过任何人。啊，什么事现什么人都好，
什么事都好。啊，你欺骗他，他不欺骗你。啊，学佛，他做出学佛的好榜样。啊，在净土里面，学佛给我们做出念佛往生的好榜样。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我估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十几次，就很熟了。大师之圆通章上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我们在世，想见佛，佛就现身；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现前见佛，我通常讲的是至少三次，前面告诉大家。啊，寿命这么长，佛要他表法，给他任务，那就会常常见佛。啊，得到佛力加持，啊，得到佛的，我们讲保佑，啊，样样事情都能做得很圆满，啊，做得很周到。这说明全是真的，不是迷信的，不是谣言的。啊，他真高明。你看最后这个事情，希望佛门要生战胜，佛法就行；要互相回报，互相批评，佛法就灭亡了。啊，外面初学佛的看到你这个样子，假的骗人，别去了，就退心。啊，今天这个世界，啊，我好像是前年访问梵蒂冈，啊，接受教宗的邀请。跟陶然主教做过两次交流，啊，陶然主教是教廷大概专门管外交的，对外的，啊，接待不同的宗教。他告诉我，根据他们的调查统计，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逐年下降，他这不是一个好信息。十年、二十年之后，可能宗教会在地球上灭绝。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情形，宗教自己本身自赞回答，宗教与宗教当中互不相容，大家干脆不要宗教。啊，这一个宗教里面互相自赞回他的话，让信徒看到我不信这个教的，我改信别的。看到整个世界宗教就讲，干脆不要提宗教了，远离宗教。这是每一年逐渐下降真正的因素啊，我们要晓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到这个世界来，我们的任务是毁灭佛教，毁灭宗教，还是把佛教跟宗教统统拉起来？那走毁灭的路子，已经走出很可观的成绩了。那么一定要晓得，将来果报是无间谍。
汤恩比说的非常好，宗教是人类的必须，人类不能没有宗教。啊，宗教带给人类的希望。啊，没有宗教，社会会动乱。啊，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早年30年前我就在想，没有缘分呐，没有福报。80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中国，跟赵朴老见面。啊，朴老，我们是同乡，一见如故。啊，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4.5个小时。陪我去的香港同学有30个人，他完全面招待，啊，请我们吃完饭。在光华寺，啊，我就给他建议，要建佛教大学，要建宗教大学。佛教大学培养佛教的宏护人才，啊，宗教大学的任务就是联合一些宗教，带动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啊，化解一切冲突，当然包括自己宗教与宗教的冲突要化解，带给社会永续的安定和谐。国家要做这个事情啊，社会才会安定。现在讲经教学不用讲堂了，太费事了。现在一定要用高科技，用网络，用卫星电视。啊，国家电视台给我们1-2个频道，啊，宗教的频道，让一切时一切处打开电视。就能看到讲经教学，啊，每个宗教都能看到。那么这种教育如果普及1年，我相信社会安定。啊，这个世界就走向和谐。有没有人听？我相信听的人很多。喜欢听这些东西的人不少啊，我们自己有这个电视台，13年了，没有广告，没有人支持，还能活下去，靠什么？靠广大的听众，他们每一个月寄一点钱来，我们就够开销了。啊，不拘多少啊。只是把我们的银行账号在荧幕上每天啊有几次播出啊，就有人自动发心支持了。可见的善心人不少啊，啊，这些善心人必须引起他们的共鸣，努力行善。善心人越多，这社会安定和谐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经是大乘，这个法门是大乘，大乘菩萨才远远超越小乘，或者我们讲二乘。声闻尘，缘觉尘。
啊，才能够入空无相无缘法门。这个名词术语前面我们学过啊，参考资料里头都讲得很详细，诸位可以多看啊。简单的说，就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啊，学佛唯有看破放下才能向上提升，提升不上去的都是放不下。那为什么放不下？没有真正看破。啊，看破最好的方法，印光大师教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就看破啊，真正想到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啊？印光大师的官房我去看过啊，官房里面很简单，一个小方桌供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背后墙壁上贴了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一个大字，对这个世界所有一切贪念放下了。啊，尤其80岁以上更应该有这个警觉性，随时可以走啊。如果有丝毫留念，就是留在六道轮回干什么？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干这个，这多可怜，这多苦啊！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今天放在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跟海鲜老和尚学，所有经教都放下了啊！《金刚经》上教我：“法上印舌，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也放下，只留一句阿弥陀佛，简单明了啊！这得80以上啊，要有这个高度警觉啊！我是85岁，清明节那天放下金角，华严放下了啊，就有留一部经，无量寿经啊，活一天讲一天，活一天不念经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不间断啊，经每天讲，这是第四遍。啊，那么我将来如果有缘，我只想带5个学生，五比丘啊，学本师释迦牟尼佛。5个人学什么呢？专学无量寿经，专讲无量寿经啊，其他的一概不学，一生一部经，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决定不改变。我们的方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目的，亲近阿弥陀佛。啊，越专越好。啊，仙公老人说的：“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啊，事出是一切法，
只要专一，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失败都是太杂了，太多了。啊，变成知识，智慧没有。专，它得定，定开慧。啊，大臣，中国用这个方法，汤恩比都赞叹。啊，他知道啊，他的晚年，他是1975年走的，1975年，75年那一年他85岁，啊，晚年80以后这晚到85岁走。讲中国传统话讲的很多，他是赞叹佩服的基础，认为拯救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啊，把世界将来恢复安定，走向和平，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做到，啊，所以我想到群书之要他没看到，如果看到群书之要，他一定就是会说，就是这本书，这本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品，啊，唐太宗唐朝盛世就靠这本东西成就的，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机会，有缘嘛，培养儒释道的弘法人才，贡献给国家，啊，帮助国家安定社会，创造和谐。啊，遇到这个缘，这个缘要做。啊，不是这个缘，就免了吧。啊，决定不搞自己的，啊，与自己毫不相关。那么这两句，重叹前面赞叹过，现在再赞叹慧中大师。啊，这慧中大师，狭义的来说，就是16正思；广义的来说，就是整个法会当中参与的人，啊，都称之为大师。声闻者，佛小乘法中之弟子，闻佛之教，悟四谛法之理，断见思而合，除分段生死，而入于涅槃者。这个不能轻视啊！啊，轻视就造罪，这个罪都是地狱罪。啊，虽然他们是小乘圣人，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他们能出六道轮回。啊，那么对于六道轮回来说，他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啊，所以对他们恭敬供养，啊，他们是世间真正的佛田，啊，我们对于佛教几乎失望了，信心没有了，
啊，谁没有想到？前年，斯里兰卡就这个月，我到那边去了两次，看到希望。这个世界上还真正有人落实佛法，啊，把佛法的三规五戒实现，啊，八关斋戒变成自己的日常生活。全国人，斯里兰卡人口不多，70%以上都是佛教徒。啊，这些小乘法师戒律规矩修持不错，能给社会大众做榜样。他们在寺院里面可以随便一点，离开寺院他就不敢了。啊，为什么呢？全国的在家学佛的信徒，常常听佛法，常常听戒律，他都懂。啊，斯里兰卡比丘戒、比丘尼戒，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没有受过戒的人不可以看，他们通通可以看，通通可以看的时候，出家人也是破了戒、犯了威仪，他们会指责，啊，会劝导出家人，出家人要接受，马上要改过来，不改过来，他就可以把你的出家衣服拿掉，你不够资格出家，你还俗。啊，所以变成全国在家居士的时候，都是天天看着出家人，你不可以犯规。还有这么个国家，我说我真没有见到。啊，总统每天做早晚课，啊，我就看你早晚课的佛堂在哪里，在他院子里头，菩提树下。啊，一尊大的佛像就在菩提树下，好像佛坐在那里一样。啊，每一天早晚到那个地方去磕头，啊，礼拜、诵经，啊，做早课，他们有定课的，啊，没有佛殿，总统府没有佛殿，菩提树下看功夫。啊，真难的。啊，我给他的建议他都能接受。啊，第一次访问4天，跟总统见面4次，每一次都超过1个多小时。啊，第一次他请我吃饭，我们在一起谈了3个小时。啊，虽然是小乘，我劝他要发大菩提心，容纳大乘、小乘，啊，汉传、藏传。啊，现在3个语系：巴利文语系、汉语、藏语、藏传。啊，将来这个学校里头要教这3种语言。啊，建校不难，教学如法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啊，所以那个地方我还得要去一次，跟他们这些教授来讨论，就是佛教里头原有的教学理念跟方法。
啊，西方东西也可以借用，但是一定要以传统的为主，不能偏执。佛教才真正的恢复。啊，所以对于小乘要尊重。啊，甚至对于所有的宗教，我们都要有真诚心、恭敬心、啊、亲近心来对待人。啊，宗教才能团结成一家。下面引净严素，啊，净严素语，如来所说，言教明身，参神戒物，啊，这个参，卦符里头，念老注出来了，同文身物解，意思相同。啊，所以叫声闻。那辟支佛呢？辟支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音乐。佛翻成曲，所以就以辟支佛为圆曲，心以呢为独曲。啊，据大乘一章解释，圆曲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观十二因缘，断惑真正，啊，从缘得觉，开悟的，所以称之为圆觉。啊，这个是有佛出世，听闻道。小乘佛法，啊，他开悟了。另外一种呢，是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他见风动，啊，树叶的摇，树枝的摇摆，外面这些境界，豁然。有没有？有，在传记里面我们确实看到，啊，古时候这些圣贤有在这种自然状况之下开悟，那么释迦牟尼佛30岁放弃参学，他参学了12年，从19岁到30岁，放弃了，在菩提树下入定。经上记载，佛夜读明心，啊，出定的时候是夜晚，看到空中的明心，豁然。啊，所以这个悟，如果是大悟，就是圆觉；如果是彻悟，大彻大悟，那就成佛了，那就是大乘。啊，所以这个悟有小悟，啊，小悟很多，一年可能有好几次，好多次。所以极小悟啊，就成大悟啊，大悟就很管用了。佛法里说圣贤，有小乘圣贤，有大乘圣贤。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圣。啊，大悟小悟都是仙，大悟的大仙菩萨，小悟的小仙
声闻缘觉。啊，但是从小乘来说呢，不说大乘，证得初果以上，就是圣人，小乘圣人。啊，可以这样称法的，因为须陀洹他破了见惑，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他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他只是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间寿命到了再到人间。天上人间七次往返，第七次他肯定证阿罗汉，超越轮回了。所以他在这个世间是有期限，不像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在轮回也是无有期限的，太苦了。啊，所以他决定会出轮回，这就是圣人。啊，凡圣差别在此地。那么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是大彻大悟，是明心见性。啊，这个比较少有，但是受外面境界启发而开悟的，啊，大悟小悟的人很多。天台一家更区分此二，明月出世出有佛事观十二因缘而得悟者，这叫圆觉。天台家说啊，有无佛事，像释迦牟尼佛发愿经，这个世间就没有佛。啊，时间很长，要到弥勒佛出世。佛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世界这个世界计算57亿6000万年，57亿6000万年，这个地球上没佛。啊，有没有开悟的？有缘求啊，他们在这一段当中看到外面的境界，听到外面的音声，不一定出得什么，他开悟。那么这些人都叫做独求啊，没有佛出世独求，有佛出世的叫缘求，就上至声闻辟支佛，这二乘人均为佛弟子中的下根啊，所以合起来都称为小乘，远超于此啊。这两种人已经非常难得了。佛当年在世，正法时期还很多，相法时期就很少了，末法到今天呢，很不容易看到一个啊，不能说没有，有我们凡夫不认识啊，像海贤这样的人肉眼凡夫不认识，把他当作一个乡下出家人看待啊，种田的耕地的啊，他修行境界没人知道啊，实在呢也像他的师父传戒法师告诉他的，明白了
不能守，不能乱守，啊，不能守，海鲜统统遵守了，一辈子没有跟人说过。人家问他，他笑而不答。笑而不答，就是默认啊，不表示侮辱的境界，不表示啊，这是正确的。为我们显示的是真功夫啊！下面引真解，日本净宗的祖师啊，说二乘虽得三空门，唯乘偏空啊，三空。有大乘，有小乘，前身不一样啊。二乘人沉溺在偏空，有自受用，没有他受用啊。所以二乘人没有大慈悲心。他喜欢你，他高兴你，他逗你，他叫你；他不喜欢你，他就不理你，啊，不肯叫你。这是习气。烦恼真的是断了，习气还在。啊，到辟支佛，这个习气才断。啊，这个习气断了，要修平等门。啊，得到平等，才有可能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是觉，我们真看清净平等觉，啊，清净而成正等。平等大乘真的觉佛真的啊，也可以说化身菩萨真的啊。平等就是在凡这个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法界里头四圣法界上面四层。啊，下面呢是六道轮回。啊，所以清净心在四圣法界，平等心在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到觉呢，觉就离开十法界了，脱离十法界了，到一真法界，圆教初住。别教出地，啊，到这个境界。啊，下面说菩萨不然，能达幻王的平等法，故虽住三空门，而不住无为，不住有为，啊，有无都不住，故。能心声闻，能心缘觉，而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啊，为什么他们能不着相？
这就超越了，着相就不能超越。啊，声闻虽然执着断掉了，习气还在。啊，到缘觉习气断了，缘觉所修的断尘沙惑。啊，尘沙是比喻，比喻分别之多之杂，就像尘沙一样。啊，分别心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真正修行是修什么？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尽量修修，不执着。从这下手，不知真的不执着了，就证阿罗汉，清净心现前。有执着，执着是染污，清净心不能现前。啊，小乘的智慧没有。啊，有分别，平等心不能现前。啊，平等。是三乘菩萨啊，别教里头是诸实行是回向，起念分别这就没分了。我们要练不分别，学不分别，学不执着，看人看事看物平等。怎么平等？六祖有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平等了。所有一切法，包括人事物，通通是自信心，自信是平等的，所现的当然是平等的。啊，我们就不在这里就分了。啊，平等心现前，好，这菩萨，啊，他才会有大彻大悟。那个觉，那觉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法身菩萨，就是超越十法界，啊，清净平等，超越六道轮回，没有超越十法界，啊，到觉就超越了十法界，啊，所以我们晓得怎么修，修行的方法。八万四千种，随便哪一种都可以。啊，用戒律心，用禅定心，啊，用天台之观心，用显手都可以，用密宗都行，什么方法都行，所以无量法门。啊，但是用一个方法，不要用很多，很多就乱了，不起作用，也闷。啊，像海鲜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没有第二个方法。坚持，坚持就是忍辱，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有忍才会得定，啊，三昧才会现前，啊，总是先有修忍辱，六度是次第的。先修布施，布施放下，你才能持戒，戒律在戒也。啊，再往上提升，啊，持戒再往前提升，就是忍辱。忍辱成就了戒律，啊，而且呢，做桥梁，达到禅定。啊，所以顺境生欢喜心，要忍呐、啊。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逆境也要忍啊，不生嗔恚。啊，所以忍辱波罗蜜功夫是哪练的？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都能保持平常心，保持清净平等心。真功夫，真
修行。那得定之后，不定什么缘分，每个人不一样，就会豁然大悟。啊，但是这个里头是根，真诚、恭敬，这是根，没有这两种不行。这两个是增上缘。啊，对人、对事、对物，学佛用真的，不能用假的。啊，妄想分别这是假的，用那个心，一辈子都落空，有名无实。啊，这个东西不是装外表，啊，外表无知的人他不知道，真有功夫一眼看穿了，看穿了一文不知。啊，用真心决定不吃亏呀、啊！六道是假的，不要受他诱惑，不要受他欺骗。啊，极乐世界是真的。我们今天完全讲事实。啊，讲十方诸佛刹土，太渺茫。我们今天认定西方极乐世界，这真是啊！下定决心，我要脱离这个世界，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八界，我就要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的根，这个一点都不错。啊，假名假利，啊，这个你要是迷，它产生很大诱惑的力量；你要是缺，它对你不起作用。啊，名闻利养全是假的。啊，这个祖师大德已经留了很多东西了，我们用不完了。我还要去写书吗？没这个必要了。我还能超过他们吗？啊，所以我这一生只有讲，我从来没写过书。啊，别人把它从讲义记录下来，我看都不看。啊，这是糟粕啊，丢掉啊。看祖师大德，人家有修有证，我没有达到这个阶层。啊，我给人讲实话。啊，那我的东西对初学有点用处，建议你入门。入门进来之后，无量寿经一定要学黄念老的原文。这个记住啊，你看到这有问题你来问我，我知道，我给你分析啊，但是明白了要放下，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变成障碍了，所知障啊，放下名利害死人啊，利害人，名也害人啊。著作等身，那些著作跟古人东西一比就下去了，就没有价值了，那要它干什么？所以我鼓励同学们学汉字，学文言文，直接读古人东西，古人东西都是了不起，千锤百炼啊，是真东西，没有冒充的。现在人有很多冒充的假的，当你开悟的时候你就完全明白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
学习到此地。